那这三个月，这三个月最酷的肯定就是这个啦。我的官网完成了，那我们又买了一个网域，叫做 kaiimagestudio.art， 不是 .com 哦，是点 art， 超酷炫！我觉得点 art 看起来超帅，反正下。